目前是89级18%科特全套9指镰刀加5指微光徽章8铁裤3重臂甲7吸斗7肩甲8祝福的力量内衣防御手环5祝福英雄手环2颗加6祝福的金戒2颗阿努比斯戒指古代巨人戒指祝福的变形怪项链7祝福黑耳5祝福红耳2颗印章都加6祝福的四敏捷符石5力量符石万能药15罐伤害194命中212减免46抗晕75晕命25到扩充了伤害60罐吃满防御60罐吃满魔防50罐命中35罐减免50罐吃满血量90罐抗晕70罐吃满总共是415但是两紫变40红变变100蓝变缺这8只这边是合成次数8次跟10次它没有紫娃但是等一下有一个卖点红娃19只蛮多的蓝娃23绿娃缺1只白娃全满保底到14次了所以再怎么虐再6次啦你就一定有紫娃了商品有一组红装收藏，一组57%、52%，血量是3325，防御19，命中27，伤害20，魔防48，PBE 减免2，一般减免5，力量7，敏捷5，其他你们看一下，水半圈，火18，地18，风13，格兰肯半圈。金海煞14宙斯5破盾阿盾减免袭击下路恢复负重都有在走了这边也在推了斯利安重生之身上路2格下路2格格利特致命射击也马就碎也上路2格下路1格是3条2条绿色的骑士4技能卡5红技5紫技红技死亡暴击安魂曲强化1阶还有迷币200万娃娃币3万，变身币2万，3套耳环收藏品是加6祝福蓝耳、异界凭证、花果山凭证、荣誉货币、烈焰凭证、银色勋章、金色勋章、地龙勋章、变身娃娃碎片、祝福卷、纯白万能药、印记、传说凭证、娃娃凭证，以及一些奥塔楼卷、补充石、跟龙钻等等，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的东西。一些蓝武加9的还有一个爱盔加9的天使弓加8的 OK 银斧加9开价26万可以哦可以还可以谈哦有兴趣扫这个 QR code OK 好